请大家为了度化如虚空般无边无际的众生法菩提心，并且如理如法的谛听。那么今天我们继续学习无量寿经啊，那么再将大缘起印，那么将大缘起印呢，我们分了四课，今天就讲第三课，也就是以缘起印退断万法无自性。那么推断万法无自性，这就是缘起印的一个作用啊。一向来就是根据龙树菩萨所造的中论当中缘起因啊，缘起的道理讲的比较具体，所以呢我们根据中论所讲的真理来阐述大缘起因。那么大家需要记住，总的要报两点。第一点呢，就是一切的万法都是呢因缘而起的，没有一个法不关待因缘的，这是要报的第一点。第二点呢，就是一切的万法是缘起的缘故啊，毫无自性存在。这两点报好了，那么我们学习这个大缘起呢，就非常有希望正式通达的。那么首先第一个呢，这里就这样说到，一切有为无为法的自心都是观待因缘，或者依他而假立，无有一法不观待因缘。那么就是说，所谓的有为法，就是指一切有因缘造作的法。那么想有为法，这个为是什么意思呢？为就是做的意思，也叫说作法。有为法说作法是一个意思。那么什么叫无为法呢？那就是非有为法啊，非有因缘所作的法，所以称之为为法。那么想为什么说有为为法都是缘起呢？那么这个呢，就是因为啊，有为法是观待因缘而有的，这个无为法呢是观待有为法而加力的啊，都是那一种观待建立起来的，不是自性存在的。所以呢，不但有为法是缘起，无为法都是呢必须观待有为法才能加力的，所以呢都是呢观待因缘而起。首先呢，真个有为法无为法各自都是呢观待因缘或者是依他而加力起来的，所以呢我们见闻觉知当中啊，凡是有为法无为法这些呢都可以叫做缘起啊，都是观待而安立的。那么下面又这样说道，论云，非缘起自发，四中皆无有，一切有为法都是那一张因缘而生，非缘起自发是绝对无有的，如同空中的鲜花瓣。那么这里龙树菩萨他就讲到，龙树菩萨就是说啊，无论哪一种的有为法都是呢一张因缘而生起的，不惜观待因缘的话呢绝对没有的啊，始终都没有的。就像空中的鲜花，不可能有这样的情况存在。那么这样就明白了，一切的一切的万法都是呢一张因缘而生的，所以呢就是没有观待因缘这样的一个东西呢，在法界当中呢不可得的，完全就是跟空中的鲜花一样啊，是这样讲的。又说到，又云，微尘有不疑，二名为无法，从无不以又发而成为无法的法，任何无法都需观待又发而离。这是说分别心前安立的为法决定是观待
又为法而加力等。那么意思呢，就是说从来没有一个不依赖诱发而单独成立的一个无法。那么因缘造作的法叫做有为法，那么否认这个有为法非有为法，那叫做无为法。那么一定要首先依着有为法，才有对有为法的否认，或者呢立一个无为法啊，是这样的。那这样我们就明白，前面就是说一切有为法都是呢观待因缘，依章因缘而生的。那么接下来在这里说无为法也是必须观待有为法，没有观待有为法单独在我们分别心面前安立一个无为法呢，绝对没有办法安立的，必须观待有为法才安立得上的。那这样我们就明白，确确实实包括安立一个无为法都是呢观待有为法，或者说否认这个有为法就是无为法，那肯定就是要观待有为法，我们的分别心面前呢才安立一个违法的名字啊等等。那么这个问题我们打个比方来讲，比如说这个王老师去世了，那首先有个王老师才说王老师去世了，那么王老师的去世啊是观待于王老师的存在来说的，所以呢我们分别心面前安立的违法决定是观待于又违法来加力的，否则呢啊，你本人的心识就活动不了了。那么相对的有为和无为二边都完全超越了，那这个叫做大无为法。那么这里又这样说的，又云涅槃名无为，又悟是有为，涅槃是大无为法，不属于意识的境界，它超越了相对安立的有为法和无为法的范畴，分别心安立的有为法无为法都是观待而安立的。那么在中论当中就是说到涅槃名无为，有悟是有为，那么意思说涅槃名无为，那么加一个大字，那就是说大无为法。那么这个呢为了表示区别，无论是有或者是悟统统都是有为。为什么说有无都是呢有为呢？因为这个有为法呢是观待因缘而生的，而分别心所记的为法是否认有为法而安立的，因此呢有也好无也好通通都是呢有为法。那么我们就明白在讲深意大空性的时候啊，在我们分别心面前安立的有无，或者呢就是我们分别心面前呢就声音当中是空，名言当中是有现现，这些观待先和空或者是彼此观待而安立的这样的种种的分别，全都是呢属于六位，属于四数的范畴。所以呢就是讲声音空性的时候呢，不但是有包括无都是有位，而且都是呢观待法名言当中安立的，也是呢属于诱法不属于法性。这样的话呢不管是诱和无都是呢诱为法，都是呢是书法，都是呢观待因缘而安立的这样的一种法，所以呢他们都叫做诱为法。那么涅槃是大无为法，它不属于我们分别意识的范畴，因为这个凡夫啊分别心所愿的所想的口里所说的，这是凡夫深刻意的一个境界。那么这个大无为法呢完全超越了相对安立的有为法和无为法的范畴，它是绝代的，完全超出了一切相对的而变的范畴。所以呢就是有和无都是呢观待而加力的缘故，都是呢缘起法啊，是这样的需要理解。那么第二个呢有这里这样说到，而又以自心成理，还需观待因缘，自需相位。那么讲这个第二个问题呢就说得很清楚，有以自心成理还需要观待因缘，这两个就是矛盾的，又是自心成理还要需要去观待因缘，的确这句程序啊有相位的。那么具体内容呢这里这样说到，自心成理和观待因缘彼此相位，也就是说一个发自心成理的话
决定不需要观的因缘，而一个法需要观的因缘也绝不是自性成立。因此说，若法是愿生，彼者无自性。那么这个问题我们打个比方来讲，比如说我们说饭就生出来了，这是一张米啊水单的因缘而生，没有丝毫独立的一个自性存在。那么反过来说，如果饭有独立的一个自性存在，那就不必要观的因缘，而以他的自性就会出现。所以说由自性和观待因缘就是彼此矛盾的一对啊，这是比喻上讲的。那么我们就确确实明白，就是以自性成立，等于就是不观待任何别的，是自性成立的事，而观待因缘呢不是自性成立，必须观待别的因缘。那这两个呢确实直接有相位之处。那么又比如当我们自己的身体和镜子这两者合合的时候呢，就显现出镜子里的印象。那么要看到这个印象是观待人的身体和镜子而显现的，并不是以他自己成立出来的，也因此这个身体呢知道就是因缘当中的一个因，然后镜子是一个因缘当中的缘，这两合合的时候呢显出了镜子里的种种的印象。那么也因此身体一离开呢，印象呢就当下消失了，可见这个因相呢没有自性的存在。所以说若以因缘起决定无自性，是这样来去理解。那么这里又引用龙树菩萨的教证，论云：中缘中有心，事事则不然，心从中缘处，即名为作法，心若是作者，运何有此因？心名为无作，不待一法称。那么在中论当中就说到，如果因缘所生的法是有自性的，这样的话呢那是不成立的。为什么呢？因为啊，心从中缘处即名为作法，也就是说一个有自性的法从中因缘合合中现出，那它就是因缘做出来的法。然后说心若是作者，云何有此意？那么这个作者就是指所作的法，也就是说因缘做出来的那个东西就是作者。如果自心是他法所作的话，怎么会有自性的含义呢？心名为无作，不待一法成，自心叫做无作，这是本质成就的一个体性，而不是观待其他法而做成。所以呢由自心和观待因缘而生，彼此相位，是从这个道理上需要清楚。那么又说到，在许观待因缘的万法中，绝无有一法具有自心，因为若自心是从中缘中产生，则成为由他法所作的法，若自心是他法所作的法，如何成立为自心呢？所谓有自心，即非他法所作或不观待他缘而自称。那么就是说在必须观待因缘才显现万法当中，绝对没有一个法有自性存在。加入自心是从中缘当中产生，那就成了由他法作成的，这样自心就成了所作的法。然而呢所作和自心完全相位，自心呢就是指不必观待其他的因缘，那么有自己独立的一个体性存在，这样呢应当呢一直保持他的体性而不会消失。从道理上分析呢应当是这样的。那么下面继续说到，因此说自心不待一法成，即不必观待他法而度自成离，才名之为自心。然而万法都是呢观待因缘而生，故都无自心，此即有缘起故无有自性的道理。那么这也是中论的校正呢进一步做讲解。那么就是说世间任何的一个法都是那观待因缘而产生的，比如说房间里的任何一间家具啊、电器啊、
用品啊，乃至于自己这个人，都是呢由因缘和合而生的。比如一三闷决定不是自己成立为一三闷，二是呢由一粒种子长成了树木，然后呢再由工人呢砍下来而成为木材，又经过木匠加工而造成这三闷。所以呢，这是众多因缘和合而发现的，并没有它的自性存在。这是从外气时间当中哪一个无情的东西做的比喻。又比如说在医院妇产科里生了一个孩子，这个孩子也决定无自性。为什么呢？因为是由轮回十二缘起之制造了他，而不是他自己成立为这个孩子。那么正因为这个孩子这一次的无晕是元气的发，所以呢无自性。意思呢就是说，他这一阵的先现就自是因缘生气的一幕又一幕的玩笑。在这个上面呢，不仅没有人我的一个自性存在，连一个刹那和一个微尘的法握也得不到，完全就是空性啊，需要这样理解。那么下面讲第三个，凡是观待因缘而生者，实际谓之无生。那这些就比较甚了，就是说凡是观待因缘而生的当下，它的本性实际就是唯一无生的一个大空性。这就是说啊，如果一个果是以其他因缘而现现的，那就没有它独立的一个自性，所以这是因缘幻变的一个假象。那么既然是假象，没有它的自体存在，也就没有它的一个身，那么本身实际上就是一个无生的空性。不过这些呢是大缘起因这样的一个真理学好了，才会明白一切万法是缘起生，在缘起生的当下就是无生的一个空性，实际就是呢缘起性空，实际万法的本性就是如此的。只不过我们这个分别性缘起呢，从一个先现分，就是说缘起生，它的本质就是说立一切细论是一个大空性分，分二谛的时候呢，就讲比如说先空二谛当中现现呢安立为实数第一，或者说名言第一，然后呢空性呢安立为生义第一。但我们需要知道，不是在真正的万法的究竟的本性上存在现和空两个不同的侧面，或者说一分先一分空，或者说空不是先，现不是空，有各自各不同的先分空分的存在，这是绝对不对的，完全就是我们的第六意识假立的。所以呢就是分而立，或者说是先分是空分，这样讲法也是关在我们自己的分别心勉强安立的。实际上呢完全可以说先空不二的，或者说二谛不二的，或者说生就是无生的大空性。无生的大空性在我们的分别心面前就是这么一个假立的缘起生而已。缘起生正在因缘造作而显现出来的这个万法，当下它就是无自性无生的一个大空性。所以呢就是我们要觉悟万法的思想的本心，要达到这样一个真无生义的境界的话呢，不是从在遥远的别的地方去找一个什么万法的本心，然后单独去建一个什么万法的本心，不是这样的。就是按缘起因所讲的，万法它的思想它的四季本质，在缘起生的当下，它就是没有个自体，没有个圣的存在，完全就是一个无圣的一个空性。对这个呢我们需要产生定界，对这个呢我们需要信界。这样的境界当中呢，那么对万法真的看破方向呢非常有希望。但是看破方向不是说我们讨厌一个东西啊，或者是眼里一个人就是抛开它，不是这样的一个状态，而是呢智慧呢召见了万法的四相，它就是完全符合万法的四相。在这种的境界当中来讲，它是没有任何动摇的，分别心不会动的，没有分别的，没有取舍的。只不过我们现在有这样那样的种种的分别呢，是没有证悟啊，这个生和无生不二的，
然后性和空是不二的，对这个没有产生真正的定阶和真正修性的智慧。所以呢，圆周这个迷乱发，圆周别别的很多这样那样的形形色色的发，我们在面对这些时候呢，不是就安住真如的本性那样如如不动的，二是呢起这样那样的尊重的分别，这是我们对万法的四机四相没有真正相应而导致的一个迷乱的状况。真正缘起心空了大的人呢，确实知道佛法就是对万法一丝一毫不加争议和顺见，完全符合万法的本心，如实照见的一个智慧。那么这样我们学了缘起心后呢，就我们资深上门呢，就要按这样去思维，按这样去抉择，然后呢，就是不是外在需要换一个东西，不是外境的一个东西给我们做障碍，关键就是我们内在的颠倒的执着，颠倒的分别，然后呢，对虚论的假象呢，执着为自体实有存在的，并且呢，空不是现，现不是空，或者说生不是无生，无生不是生，这样有一种对缘起心空完全相反的一个颠倒的梦想，颠倒的执着。所以呢，在这样的梦想的一种状况当中，或者是颠倒的执着状态当中呢，我们就没有觉悟啊，迷失了。而且呢，我们的心呢一刹那不停止一直在动，在假象上面，在迷乱的心轮上面，在颠倒的业力先前的梦想当中分别，还是这样。那么这些完完全全用智慧彻底要端出，然后呢安住万法的正向，那学习这样大圆起心呢是非常重要啊，非常有利益。而且呢，一旦能运用起来的话呢，那么对这个万事万物，你的心自在，你的心成了一个智慧，对待万法呢非常自在的，没有执着，没有烦恼，没有苦恼的，而且呢不会造转生轮回的忧漏的业。啊，是这样，所以说就是从最根本上最深的地方，或者说彻底让我们明白这个万法奥秘的一个本性的话呢，那么学习这个大圆心呢是十分重要的。那么这个呢也是我们从宣教来讲做一种观察啊，用深较量和用正念做抉择做观察，让我们端出疑惑，端出邪见，产生正见。所以呢，我们就下面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呢，进一步做抉择。那么首先第一种观察法，那么这里就这样说到，首先观察以因缘和合而生果，无论在因缘的和合中有果或者无果，都不成立生果。那么这里观察的理论是这样的，如果成立有某个私有的果产生，那只有两种情况，要么在因缘和合中已经有了他而生他，要么在因缘和合当中没有他而生他。如果这两种情况都不成立，那就充分的证明了本来没有什么一个私有的果产生，这是打破我们的私有执着呢非常有力量的一个道理。那么下面继续说到，论云，若中缘和合而有过生者，和合中已有何须和合生？若中缘和合是中无过者，运何从中缘和合而生过？即中缘和合中若已有果，则再生果定不合理，已过已有，不必再生果。若无有果，怎么能从中胜过呢？比如每粒沙子中无翻，多少粒沙子的聚合中也无翻半。那么就是龙树菩萨中人当中所讲的缘起心具体观察具体抉择的一个方式啊。因为我们平时道门呢还是学过一些中观，说不懂呢还懂一点，说真正懂呢没有特别深入学习，没有具体化的去抉择，而且呢观察的理路也不是特别清晰，所以道子呢是动非动的一个状态。
但现在我们呢是真正需要了大，所以呢就是按具体化很深入的再讲，也是大家呢很深入的很专心的很认真的，而且呢一字一句一段一段的内容呢就是详详细细的做复习，那这样的话我想收获就比较大，而且呢真正是通达的，不是似懂非懂的那个状态。为什么呢？我们这个学习的时候呢比较详细，这里说详细也是龙树菩萨的中论当中啊讲的缘起因呢它是非常详细的，所以呢我们依照这个来讲，所以我们讲缘起因呢比平时所讲的呢更具体化了，更详细的方式在学习。所以呢就是每个道友啊不能认为缘起因我懂啊，以前也学过，但我想学过当然就是很好，但是呢有些学的呢的确就是大概的略略的看过一遍或者是听过一遍，但是呢真正让自己的心里啊很深入的完全通达产生真见的呢也不是特别多，所以呢我们呢不要停留在一个文字上面，不要停留在一个略略的能思维一点能讲一点，这个呢不是我们学习的目标，真正我们需要通达佛法不是似懂非懂的状态能够成就修行的功德，真正要通达的真正需要具足佛法的真见，尤其要通达生意的本心，那么依靠这大圆心觉者的时候呢不是似懂非懂的状态能够见到实相的本心，也不是那么似懂非懂的状态呢能够觉悟，所以呢必须要有足够的重视的一个心态去认认真真的学习很重要。那么这里龙树菩萨就讲到，如果在中愿和合中已经有过的存在，那再生果是不合理的。为什么呢？因为果已经有了，不必要再通过因缘和合来生它。如果在因缘和合当中压根就没有个过的存在，那么怎么可能生过呢？比如说每一粒沙子当中都没有饭的存在，那么合在一起怎么能出饭呢？合在一起也只是一堆沙子而没有饭的存在。那么总而言之，如果是说缘起加力的一个生，也就是由虚幻的因缘和合现起虚幻的过，只是把这一点叫做生的话，这是不破的，因为这个是家里的一个元气生，也是虚幻的一种过，也是呢由虚幻的因缘和合产生的。那当然在面力当中呢见闻觉知的全都是因缘所生的，而且虚幻的因缘和合现出虚幻的过，这是明眼当中元气生的，中观众呢是安理元气生的，不是破这个家里的元气生。但是如果说由真实的一个法产生，那就必定会遭到以上的放难啊，这就是有这种过失。这样的话我们就很清楚了啊。那么中观所觉着的时候呢，凡是你存在一种东西，而且说这是一个身，什么样的身呢？你不管说是这是他身还是自身等等，都有罪过，完全就是不符合而地的本心，也不符合生意的本心，也不符合面的本心。而且按大中观的观点来讲呢，面当中的这些法不是私有的因缘而产生私有的一个过，由真实的一个法产生，那就是不符合生意的本心，也不符合面的本心。所以呢需要记住，私有的因缘具足产生私有的过呢，压根站不上中观而地的一个观点，不说中观中所讲的生意的观点，连中观中所讲的面的家里缘起生这个观念都没有办法安立，因为你承认着私有的一个因缘产生私有的一个果，那这样的话呢由私有自信的一个因缘生一个私有果呢，按理来讲根本不属于中观中的观点，按理来讲就是真正万法的本心没有个正实自信的存在，所以生意当中也不存在，明眼当中也不存在的。所以呢我们就知道在明眼当中也没有一个自信存在的或者是实有存在的一个法，那么这样我们的心里面呢认为这个也是实有的，那个也是正实的，这个也是自信存在的，凡是有人我智法我智这样的一个说之法呢全都自作为有自信存在的，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就感觉啊我们很颠倒了，因为这个万法而彼的本心上
压根就没有个自信存在的话，我们自作实有的这个四字啊，太颠倒了，完全都是来错误的，也是来我们自己的心颠倒自作而已。在观法的本性上，或者说分开二谛的时候来讲，身意上面也没有这样，面上面没有这样一个自心法的存在，所以呢，就是我们的心呢非常非常的一个颠倒，产生自由的自作，就我们就突出自己心态是最严重的一个问题，也就是说障碍修戒陀道，或者说同打万法的本心最大的障碍不是在外面，就在我们每个人产生私有之作的那个四字啊，它就是搞鬼的，别的不是外在有个真正的什么啊存在的和摸给你做障碍，或者外在真正存在一个私有的东西不让你得一种解脱，不让你一种自在，不是这样的。所以呢，万法本来就是缘起性空，万法本来就是大平等，万法本来就是二谛当中没有个自信的存在，一切的形形色色的万法呢，它压根一丝一毫没有个自心可得的东西，所以呢，我们就明白，这个就是我们终生的无明颠倒的一个自作而道之，让我们在迷乱的生死当中呢，感到很多很会的苦的过报啊，是这样来需要理解。那这样的话呢，越学大中观的话，越对迷眼的缘起法、虚幻的因缘和合而先欠的虚幻过呢，确实它不会错乱，因为什么样的因缘和合就产生出什么样的果。在这个时候呢，我们不会由私有自作来对待这些，是一种中观的正见，在如定时候呢，是一切息论的一个大空性的境界。那么在迷眼谛当中呢，如幻如梦的一个因缘和合产生如幻如梦的一个果，不但是对我们凡夫自身上面就是这样如幻的因缘产生虚幻的一个果，包括涅槃，譬如说佛啊，或者是菩萨，或者阿罗汉，他们的一切的功德都是呢如幻的一个修行的因，产生一种如幻的佛果啊、阿罗汉的解脱果等等，都是这样的。所以呢，我们的智慧一旦升起来了，尤其是这个缘起性空通大的这样的一个智慧来面对一切万法的时候呢，是非常非常自在的一个状态，是这样。那么这些呢，就是要依赖真正通达缘起因的问题，而且呢，就中观的大缘起因来让我们产生这样的一个殊胜的大乘的正见。所以呢，这里还是要进一步做了具体的抉择。所以呢，龙树菩萨进一步又给我们从另一个角度做抉择。刚前面讲的明白了以后呢，不一定我们所有的颠倒的疑惑啊全部断除，还能有别的一些执着地方，或者是放不下的，或者是有疑问的，或者呢有严重邪见的一些执着存在。所以呢，就是下面我们继续应用中论校正做了抉择。论中又说，若众愿和合，事中又果者，和合中已有而事不可得，若众愿和合，事中无果者，是者众因缘与非因缘同。若众愿和合中已经有过发，以自心承载，则应当一两从中获得，然而不可得。譬如凡若存在于迷等当中，则应当得到，然而纵然讲迷灯，虽为未成也得不到翻，若在因缘的每分钟得不到翻，则在其聚合中也得不到。若中缘合合中无有过发，则与非因缘相通，若迷睡灯中无翻，而又能产生翻，为何以萨兔灯不能产生翻呢？而这同样是中缘中不具过发利因产生。那么这就是继续分两步做具体的观察，做一个详细的抉择。那么第一个呢，就是假如在因缘和合中已经有过的存在呢，那应当能够得到，而实际上呢得不到，即使把这些因缘处于未成也找不到有过，因此呢不成立的。那么第二个呢，就是如果在因缘和合当中没有蘑菇果的存在，还能够生出这个果来，那么同样的道理，从非因缘的法当中啊，也应当生出这个果来。
意思呢就是说，如果程序因愿果都是呢实有的法，那就是像东山和西山那样他地的一个法了。如果在因缘里面没有这个果还能生出他来，那么同样的道理，从非因缘的他法当中也应当生出这个果法来。以中愿合合中如果没有过法，那就和非因缘的情况呢成了一样的。就像如中人所说，如果以他法人生他法，就应当成立一切生一切，因为同样的别变他法的缘故。意思呢就是，既然一个有自信的法能产生另一个有自信的法，那就印证一切可以生一切了。而其实呢，从一个实有法根本不可能生另一个实有的法。如果在因缘合合当中没有果，那就和非因缘是一回事了，都没有过法在内。如果在实有的迷水等当中没有犯，还能生实有的犯，那么为什么以沙或者土不能生犯呢？两者同样就是因缘中没有过法令产生。那么总而言之，以你观察的时候呢，如果程序过失实有存在的话，无论在因缘的合合当中有它或者没有它，都无法成立生啊，所以呢不时有什么实有的法产生。那么以这个缘故，就说缘起生即是无生。哎，缘起生即是无生的一个空性，这就是第一中观察法。那么接下来我们讲第二中观察法。那么这里也是即行有中论的校正说道，论中又说，若因与过因，作因一而灭，是因有二梯，意一则灭。若因不与果，作因一而灭，因灭而过生，是过则无因。那么这也是很细的一个道理做抉择。那么因与果因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因给果做了因，就像说一个农村女孩当了人家的保姆给她干活，或者说这把斧头啊对着那棵树砍了一下，那么这个因给果做了一份作业，这个叫做因与果因。那么说做因义而灭，就是说做完了因的工作，因就灭掉了，因灭了就生过，是这样的意思。这样一来，因上就有长和断两种体现。由于是因灭了才生过，所以呢因是灭的一个体现，而且呢因要延续到过出生的时候，对这个果啊做一份作业，那么这样呢又成了长的一个体现。但是呢一个法上不可能有相位的两种体现，所以呢不成立生。那么只有此法得以必法起作用，才能说此法胜了必法。比如说这个理发师给你剃了头，那么一定就是你的头发跟他拉肩道的手同时配合才得给你理发。那么理发的肩道从来都没有碰到过你的头发，能说剃了头吗？哎，不能说剃了头。同样的，比如说会计师打了一天的算盘，两个发同时存在了，就说打了算盘。但是呢当这个会计师的手有的时候算盘没有，当算盘有的时候手没有，怎么能说打了一天的算盘呢？要说这个因产生了那个果，那么因和果首先得握一下手，因对果作用一下才行。当因有的时候果没有，当果有的时候因没有，怎么说做呢？又做了什么呢？又生了什么呢？什么都没有。那么因生过的话，因和过需要同时存在。
应要在过新鲜时给锅一份作业。但是呢，正当承认这一点的时候呢，出现了难题。什么难题呢？一定只有因灭了才产生过，凡是因果法都是无常法，如果因一直不灭，怎么会有新的一个果的产生呢？如果过不是新生的法，而是在前面已经存在了，那就不是生出来的，那又怎么成为是过呢？所以呢，凡是因果的法，决定是无常心，决定就是刹那性。那么既要成立因对果做了作业，又要成立因灭了才生过，这是没有办法两全的。所以呢，就是众人集中里就说，是因有二体，意一则灭。那么其中第一个意字是说因要给果做因，第二个意就是指因要灭掉来生起后面的果。那么如果因从来没有给果做过什么，只是在它灭去之后果随着生起，那这个果就成了无因，因为前面的法对它什么都没有做过，不能说是它的因。那是这样很细的一个道理抉择了。在迷言当中实际观察的时候呢，没有一个因做什么一个作业产生一个果，为什么呢？真理观察的时候呢，就没有真正的一个因在产生过。如果有这样情况存在的话，有很多故事，有很多不合理的地方。所以呢，眠当中的这个肾呢，完全就是加力的一个肾，就像做梦的时候有很多因缘聚合产生过一样的，或者幻化是这样那样做很多前行的工作，然后出现着一大堆的象啊马，这些都是呢加力的一种幻化出来的。所以呢，我们需要知道眠当中不管是轮回的发还是涅槃的发，都是呢入幻入梦一般的一个元气肾，是加力的一个发，不是真正有实有的东西，不是有自信的法的因缘生的一个问题，而是这样。那这些我们搞清楚的话呢，打破我们的实有执着呢，有非常大的帮助。如果还没有明白，那么下面再重复讲一次。那么下面就这里说到，首先证成因和果是无常法。倘若因果是常法，则无丝毫变动，不可能有因转变为果，因此凡是因果法都一定是刹那性。那么就是说啊，如果因和果都是那常法，一丁点都不会变，怎么会有由因转变为果呢？比如说从种子转成妙芽，是种子灭了才生妙芽，如果种子一直不动，怎么会有妙芽呢？所以呢，凡是承认因果的话，决定都是刹那灭的体性，这是第一个问题。那么下面呢，我们就回到基松上面来解释。那么这里这样说到，因要对果起作用，必须在果产生的同时因也存在，然而因坏灭之才能生果。由此一个因上就有两种体性，一来在过存在时给与过作用，如此则成常法；而来在过产生时因亦灭尽，如此又成断法。一个法上有相位的两种体心用成，若因灭时过才出生，由于因没对过起任何作用，因成过时无因生，然而这不可能成立。那么需要清楚，这就是说因要对果起作用，必须在果产生的同时因也存在，其次呢，只有因灭了才生果，这样一来在一个因上面就两种体现的存在，一个呢就是在果存在的时候呢给予果的作用，这样因就成了常法；二来就是当果产生的时候呢，必须程序因已经灭尽，这样又成了一个断法。那么一个法即是常又是断，这是无法成立的。如果是在因灭之后才产生过，那就不是这个过的因。为什么呢？因为只有对过做了作业才可以说是因，但是呢
又只有因灭尽了才出现这个果，这样一来因和果就不发生任何的关系，因此呢就成了过失，无因而生，但这个也违背事实。那么这样我们就明白了，确实我们的私有的制作完全是一个错误的制作，因为它从哪个角度对万法每个法上面按照制作那样的观点去安立的时候呢，就有矛盾，或者不成，或者根本不是这么一个说之法的本性。所以我们就知道这样的话呢，我们错的不是说外在一个东西来给我们搞鬼，让我们出现一种别的境界，而是我们内心颠倒自作，它就是真正三经六道让我们造业啊，感受轮回苦报，纯粹来自于内在的无明的私有自作。所以呢我们就明白了现在这样一个一个介绍的原因呢，就是不是外在的或者是内在的某个法，它前面是私有的东西，然后我们应用中观的这些大缘起因，这个时候它才成为无私有的法，根本不是这样的。过去现在未来三世当中万法的本性永远不可变，在灭缘当中就是缘起生，在生命当中就是大空性，而且二谛的本性本来在真如当中都是那一味的，完全都是不二的。所以呢我们现在呢没有如实的明白我们的思想的本性，所以呢没有办法修道，那么就不会有成佛的一个境界先前。所以呢从即到过哪个角度来看，错误的根源就在我们自己的颠倒的私有自作这样一个问题需要清楚。那么要推翻这个颠倒的自作的话呢，我们就要认识我们对万法的缘起性空啊，或者说缘起因觉着万法无生大空心，通达这个时候呢，我们就才明白原来我们是颠倒自作，万法的本性不是这样。那么万法的本性从正念大缘起因觉着产生定界，那么我们的自作确实乃至于问慧生气的时候呢，就完全认识我们起心动念当中产生这样那样分别的时候呢，哦，原来就是自己内心上有问题，他一下子这个问题啊，这个罪过啊，或者是让人痛苦的让人烦恼的不会倒别的外在的方面，他就知道自己的内在有私执搞鬼，他会发现的。然后这个思会产生的时候呢，就好像有一种力量能够压制这些颠倒的虚妄的分别颠倒的这样粗的自作和烦恼。那么就如果入教修心的话，当然这个修会一生气的话呢，那力量就更强的，是这样的。所以呢现在学这样非常有力量的产生出生智慧的，确确实实这是要学这个般若中观很自戒的能够对之烦恼，能够大破这些私有的自作。所以呢就是这些呢说实在是很殊胜的法，也是般若二转法轮最胜的文体，龙树菩萨在中论当中呢以大缘起因做详细抉择的一个法义。那么这里也就说了，一生以生意正力抉择呢，缘起生即是无生。那么缘起生就是我们知道缘起的现象，即是无生就等于是大空性。那么一切的现象，按大中观的正见来讲，当下就是原理解析论的一个大空性，是这样的意思。那么这里又说到，内外诸法都是缘起生，以缘起生故，无自心正现现时，如同岁月毫无事止这是三相道理以及譬喻做一个归纳。那么说总而言之，一切内外的万法都是那因缘所生，那么以因缘正的缘故无自心，这样的话呢正显现的时候也如同岁月毫无实质的一个存在，是这样的需要理解。那么下面就这里说到，全知麦旁波切在缘起信仰诗中说，如是观察的花，若不观待因缘，则必定成为如空中莲花一般，因此凡是有的花都是观待而生，和静静以因缘而生，如此凡是因缘所生的花，决定不成自心是有，而尽失先前无有，后来以因缘作成，故与印相无有丝毫不同。那么这句全知金刚居是说，一切的万法都是因缘生，假如说有一个不必观待因缘就有的话，那就决定是空中的莲花了，以此呢就是说绝不可能有不观的因缘的一个法，在一切时间里都找不到这样的一个法。
所以说凡是有的法随便举一个，决定就是观的因缘而生。比如说我们性迁心现的任何一个法都是因缘所生，比如一幅画决定是观的因缘而现现的，由那画布颜料以及花式的事项动作等等才产生这幅画，不观的决定不可能自己现现出这幅画。那么这幅画上面的每一个部分都完完全全就是观的因缘而出现的，那么一切万法都是想这样有因缘而生。那么接下来一句就是有万法因缘生来成立万法无事用，也就是说一切万法都是呢先前没有，而后面因缘合合之就先出他来，因此呢和这个印象后差别，就像先前没有印象无体和镜子一合合的时候就出现印象，万法就像这样愿聚则生愿散则灭，所以呢都只是一刹那掀起的一个假象，正掀现的时候一点事法也得不到，所以呢完全呢跟因相一样啊，是这样全智老人家金刚句啊做了一个归纳啊，字典这个缘起的要点啊，是这样。那么今天的净土课就讲到这里，我一大一切天，随我一切法。